就别出去了，你出去了就我跟他两个人现在不好了，你快吃饭好吗？我来做吧。你会做吗？哎，怎么不会呀、啊？使劲了，你是不是想吃啊？我给同学了吧。凉一点再喂吧。嗯。放里边再加点酱油。那不用，挺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因为这样的天气吃这个最好了，还真暖和呀！啊，太好了。嗯。是啊，咱是不是很努力？嗯。跟以前妈妈给我们做的一样。有这鱼的时候不能熬久了，就熬十分钟就可以了，否则的话会腥的，这个就不好了。是吗？那所以这个汤，它这么好喝，这么清爽。嗯，不是。